Hi, we are Kampung Boy and City Girl from Malaysia. Hi, 我们是马来西亚的乡下男孩、城市女孩。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小城故事。我们想走遍台湾的小城，发掘它的美、好玩之处，还有好吃的地方。例如，我们将会到坪西、十分、金童、金瓜石、内湾、三峡、莺歌等地方，请多多支持。谢谢。